难踩石膏了。是我打的吗？不是，你的是的。你要打的不一样。没有。是谁给你签名啊？爸爸，那是不是要带回去给他呢？是不是要留着？爸爸，不用了，爸爸签的，爸爸签的。爸爸妈妈都有，还有同学。爸爸现在顽皮，要手要扶好啊，嘿。就是因为顽皮才会受伤啊，对不对？你这边也顽皮哦。好顽皮哦，他是玩单杠，玩单杠摔下来。哈哈。哇，这个下来也不会弄掉哦。好痒啊。你让您站远一点。什么都没得看呢。嗯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录下。爸爸是要录，你看什么？像我也可以录影，来用我的眼睛录影。用你的眼睛录影。哦，谢谢老大。你的记忆卡放在哪里？谢谢你的夸奖哈。海英去当准备打我儿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万一要追着他跑，没办法。嗯，只像这个超级地白纸石膏了。嘿嘿，这点都还蛮厉害，不错哈，还不赖哈。痒了，等一下洗一洗就不会痒。我真的是知道，真的哈、哦。嗯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哈、哦，不用再麻烦你妈妈了哈、哦。不，把手抽出来。这个正常的哈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代谢哈，它闷着它就会这样黑黑的。那你这几天给它泡泡澡，泡完以后哈，你在泡澡的当中，然后用刀来擦，然后可以擦的这样子擦，不要勉强，因为它这样子会脱皮。哦，我还想说要不要现在用酒精棉片稍微擦一下？酒精比较刺激，我们比较建议用温水。温水直接泡完以后去擦，就拿个毛巾，然后在水里面擦，稍微擦。不要刻意硬要把那个黑黑的一次就擦掉，好，擦完以后它可能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，擦点婴儿油，好，然后可能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大概颜色就会慢慢回来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好，不客气。